东方女人知书达理，优雅端庄。她们善琴棋书画，她们弄诗酒花茶。东方女人，她们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，她们是美丽智慧的代名词。听，丝竹声声漫江水，这是东方的音律。看，婀娜袅袅金兰琴，这是东方的雅韵。Thank you.